开始录，开始就这样。赞，那继续做。哇塞！机械制造第三章铸造，一张 A 板，一张重点，全部讲完哦。我们继续讲考古题啊、哦。今天我们从101年统测开始讲，所以各位同学，前面老师从几年统测开始录？从90年统测哦。90年已经跨越10年哦。哦，所以你前面自己要复习哦。哦。那如果上课调皮捣蛋，我请你站这边。我确定啊，啊，郭同学你要注意哦。没有，然后你的手，你要抄笔。然后你，大哥还强迫我做了，关我屁事哦！刚才你坐下来，关我屁事哦！第一件事情，现在桌上哈、哦、连东西都没有的，我一定请你站。然后他没有，我给你们，然后我帮忙用。5、4、3、2、1，老师。时间到、欸，你不能这样，我刚刚。那你赶快，你身为小老师，从头到尾作业都没有拿起来。3，2，再拿起来，来、欸，我们看第21题，来，同学看你们21题，也就是101年统测考题，来，你看，一秒钟，制造铝镁合金笔记型电脑的金属外壳，这个很重要，金属外壳，各位同学，这个像手机啊。刚给笔电呢？有没有人知道笔电英文怎么讲？笔电 ，notebook， 啊 ，notebook， pencil， 笔电 ，pencil computer。其实最标准的讲法是 laptop，L-A-P-T-O-P，laptop 是什么意思？大腿叫 lap， 笔电放在大腿上面玩的。在大殿，笔电放在大殿上面使用的 ，laptop， 这个东西哦，外壳，各位同学，这个怎么制作的？你们要知道哦。哦，来，我们继续看第14题这一题啊，也就是101年统测。他说，去制造这个铝镁合金笔记型电脑金属外壳，以用下列何种的制造技术 ？A. 压铸法。哎、欸，答案就是压铸法哎、欸，对，答案就是 A。老师要抄带笔记吗？是的，压铸法。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印象？压铸法有分冷式跟热式，我这次就在讲重点哦，你要做笔记哦。好。哦，有分冷式哦，还有一个叫热式哦。哎，有没有看你们课本？你们看你们课本，课本。第几章有讲啊？就是第3章，你翻开课本。现在如果你要翻就翻，好，自己去找。有分冷式跟热式。第一个重点啊，这个所谓的冷式跟热式，有些人会以为是压铸的温度，冷热，以为是压铸温度。好，以为是压铸的时候，那时候的温度。各位同学，这是第一个误区，这是第一个错的。所谓冷式、热式啊，是指你的压铸机、压铸的那个机器的温度。这个冷热是你的压铸机器的温度，而不是你金属那时候要加热或者是温度的高低，不对，是那时候你机器的温度。也就是你的压铸机的温度，如果比较冷，就是冷式；如果你那时候的压铸机的机器比较热，你就是热式。啊，那基本上这个我有讲过，它都是适用于低熔点金属，都是用低熔点。低熔点金属。那它这里低熔点金属中又有分。比较熔点比较高的，有熔点比较低的，对不对？像熔点比较低的，就是要用热式啊，熔点低，低的金属，也就是熔点低熔点金属中的低中之低。如果是冷式的，是用熔点高的，我这就不写啊，熔点高的。所以像铝镁合金，哎，这都在课本有哦，我只是把你重点字再抓出来哦。像铝镁合金、铝镁铜、
这些都是人事，所以这一写吕、美、同，知道啊？这里都是用冷式压住法，抄起来啊、哦。像热式的呢，就是迁、新、习、PP、新 SN 不对 ZN， 习 SN， 知道哈、哦？知道。所以像我们的笔电、手机，他们是用冷式压住法，因为他们的熔点相对于比较高，知道哈、哦？像是铝、镁、铜，这都是用冷式压铸法。所以像我们的手机、外壳，或者是我把一些重要的生活用品跟你们讲哈、哦，像哪些东西会做？你们汽车、机车会有零件，汽机车零件。有的人会改车，有没有改车？他这些零件网络上买的，他们会把他的机车改得金细细。有的人会改齿轮箱，八加九，对不对？齿轮箱告闭式啊，讲他。本来车子很素雅、很高雅，改的像电子花车一样。张伟成，汽机车，齿轮箱，有的人他会改那个 linking， linking。国语怎么讲？轮框、轮框、轮板、轮框吗？轮对，轮板这是我都在车子外壳装那个轮框还是轮圈，我也忘记了啊，轮圈不太确定啊。有的人会把那个机车的轮圈原本原配原厂的是黑色的，就要把改成玫瑰金，玫瑰金然后铝合金还是什么，看起来金 CC 这样。这种都是用冷式压铸法，知道吗？铝镁铜，铝镁铜记起来。哦，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选 A。这一题要知道哦，我把生活重要的例子跟你讲哈。再来 B 的选项叫做 CNC 车销。各位同学，这个不是这个答案。你们车销玩过了没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去机械工厂？有一个车销，那个机器叫什么东西？车床。车床，对。请问车销或者是车床，它做出来的工件有什么特色？很粗糙。很粗糙，不对。很光滑。不是，有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的。你们知道车床有纹路？圆的。对，圆的。有一个纹路。车床它是不是有夹头？对。所以我基本上车出来的东西都是圆的，对不对？或对称的。对啊。所以我问你啊，手机壳是圆的吗？有什么有圆的手机啊？请问你拿出来的手机刚好是长这样？喂，手机是圆的，你有看过这种壳吗？有，没有啊？手机、手表的啊，有这种手机壳？有啊，长那么大颗？还有先铺。好，如果是这种，但正常不会用这种手机壳是扁扁的啊。你有看过圆的笔电吗？有，没有呢？你都讲那种特例的，有，正常没有。喇叭，有圆的。吹喇叭。那种外壳有可能用车销，但是车销工本费太高，我们会用冷式压铸法做。好，知道哈。再来，C 的选项。几制成型，几制成型可能各位还没有用到，它本身是塑性加工的啊，所以写塑性加工，不对啊，这个是在第四章，有空的同学往后看第四章，塑性加工才会有这种东西。车销在机械工，车销好像是在第后面第几章，工作机械第九章，车销那边。好吧，所以也不对。我们这一章是铸造，你要先知道它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一的选项是冲压成型，第一的选项，冲压，冲压的冲也可以写这个冲哦，写上去哦，这个冲等于这个冲哦，起冲的冲，冲水的冲，冲压冲。
是用冲压做的哈，这个也是在第四章，这也是在第四章。OK 啊，这以后我们第四章再讲，塑性加工我们再讲。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选 A， 所以答案选 A。如果我讲的你能够马上做重点，你就学到了。你不要，你如果只抄我黑板上抄的，你大概做到60%，好吧？我就看你各位同学，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修行在个人。哦，不错，有文学素养。哼，假的。下一题，102年同证。他只会这一句。好，所以押注法好爱考哦，我跟你讲，统测超爱考，而且超爱考冷式押注法，而且又超爱考吕美彤，又超爱考手机外壳、啊。怎么那么刚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看到、啊、对，因为哦，现在命题教授或者是老师最头痛的就是同学上课玩手机、玩笔电这种。他就想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制造出来的，有啊，最头痛的，最头痛的。我很会用笔电哦。好，来第22题，干你娘啊，红马！哎，你怎么讲《三字经》？弟子规。你们两个，哎，我伟大一点。你不要害怕，我没有说你错。观众，你们一定也好奇。当有同学在课堂上发生争执，甚至有校园霸凌的事情，这位黄老师会怎么处理的？来，你们两个啊、哦，待会我，你不要害怕，就处理在电视机前面。要红的要红的。22题，我讲完这一题，我讲完这一题就处理。不要戴安全帽了，我先不影响各位观众的权益。待会我就不停，我就来处理。如果你要看下去，我怎么处理，你再继续看。记得订阅分享一下。第22题，不用杀心或心行，各位同学，把杀心、心行，先把它观念搞清楚。请问这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这是不同的东西，错。杀心就是心行，这是同一个东西，知道吗？这个东西哈、哦，请问心脏是空的还是实心的？空的。空的。哎，不错。所以，请你把杀心写上空，它本身就是一种会产生空腔的一种东西，也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这个模型里面是空的，我就会需要用杀心。哎。你知道心脏有几个空腔吗？4个。哎，还不错。两个大的，两个小的。两个大的，两个小的。请问，那4个东西个别叫什么？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哦，不错。我们国民教育、健康教育有过标准。心房在上面还是心室在下面？心房在下面。你说啊？心房在上面还是心室在下面？我善忘。两个大，两个小。老师，你俩都是一样。答对，房间在上面，地下室在下面。答对。所以你将来，因为你学了铸造，你跟你的女朋友告白的时候，你就要这么讲。地下室吧。哎，因为你是双胞胎。我们等一下去地下室吧。万一你们两个同时喜欢一个女生，可以4个人一起洗啊。OK， 你就要告白。三 D 三 D， 你要怎么告白？三 D 三 D， 人多才会热闹。以前我就讲了，以前你知道现在沈玉玲，你是不是数学不好啊？动机太好了吗？你知道现在沈玉玲不是都会带两个年轻的两个兄弟去校园拍一个女生，这样有4个人。有看过那个节目吗？有。这个是老节目，因为以前曾经有这种节目。风水有关系哦。不对，他去校园学校，然后他们玩什么梗呢？就是找一个校花，在也有可能校草。干就说妹妹了，还校花。啊，来我学校就是我。然后去地去这个
一楼的广场，是没被打中。然后找一些男生去楼上，比如说三楼，一个一个轮流对这个女生告白。我发现有的告白就没有特色，所以就不会成功，对不对？好，假设你的哎，你名字叫什么？吴一恒，吴一恒，我有不然你呢？比如说小何，他就请那个小何在，哎，各位同学，他要跟我们学过铸造，我们医疗师干嘛？考机械群的，我们要有水准。请你吃泡泡糖。我们就小吴一恒喜欢谁啊？泡面，泡面，泡面，小泡面。招弼啊，招弼，招弼，我们就请招弼到一楼。招弼。那吴一禾就往下看，然后他们节目都是这样录啊，然后吴一禾就会对下面拿一个大声公，招弼我爱你，几年几班陈招弼，然后那个陈招弼就，什么事？念图一中，吴一恒。然后吴一恒这时候要讲一个非常有梗的告白，就看这个女生。一年校班陈昭弼。哦，护理教室。护理教室陈昭弼同学，护理师的，你是我的小煞星哦，对，就是这样，是我的小煞星。我说你要说你是我的眼，天啊，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你是，我是你的什么眼？闭眼。等等，厕所见。我觉得吴亦凡喜欢王昭弼还是陈昭弼？没吃药。昭弼，昭弼，陈昭弼我真的没见过。然后你见到他，记得跟他讲说吴亦凡喜欢他。应该很漂亮。应该很漂亮，吴亦凡很漂亮。我觉得是很有气质，吴亦凡。然后你可以去那个赵云一中。来，各位同学。他这一题哦，第二十二题，抓紧，抓紧回来。他说不用杀心哦，不能用这个哦。陈香玉，不用哦，不用哦，不用，你要把不用圈起来哦。他说不用杀心或心喜，不要难过了，就可以制造魔壁中空。各位同学，魔壁中空圈起来。下一个陈香玉。正常来说，杀心或心形，我可以制造中空的东西。可是我现在不用杀心或心形，居然可以做出薄壁还中空，是什么？请问是哪一种铸造方法 ？A 压铸法，不对 ，A 不对 ，B 对。压铸法压出来都大概是实心。如果你要压住法做出有空心的，不好意思，你要放沙心，知道哈 ？A 不对 ，B 是什么 ？B 立柱法。哎呀，答对了，立柱法。各位同学，我现在讲的你要抄起来哦。立柱法啊，各位同学，你们的班导师是国文老师，对不对？请问立是什么意思？错，变频冷气。错，精力。错，时间。错，我现在告诉你，写下来，一滴滴落下叫做力。比如说我把水沥干，好，举例，像娘家滴鸡精就是沥水一滴滴那个鸡精滴下来。水库吗？水库啊，我这个水啊。我想说挂号。各位同学。立柱法在你们课本有讲到，我们很常用来做薄壁中空的东西。举例来说，你们去英国看到皇室，是不是有交接士兵？
他们头是不是有戴一个黑色高高的毛帽子？我们常常去英国旅游，这里有没有去过英国旅游的？有，很好。你去英国旅游，在英国皇室那边旁边的那个纪念品，你会买什么？你会买一个那个小冰丁的一个纪念品？小冰丁，小冰丁。也就是一个人偶啊，不要管管的呀，这个人偶可不是实心的哦，是空心的哦，拿起来是轻轻的，大概这种东西都是用立柱法做的，它怎么做的？我现在讲给你听，我先做一个模型，然后呢，外面用纱膜或膜把它包起来，最后我把里面的模型拿掉。假如我是用蜡膜，我就把蜡加热融化，它就变空了，所以它就会有一个膜，有一个膜在里面。这时候呢，我倒入金属液，它就会布整个包覆在整个膜的内壁。这时候我等金属融化的金属液还没有凝固的时候，我把它倒出来。这个倒出来的动作就叫做沥干，就叫做沥，所以沥铸法就是这样做，所以到时候它这个外形就会一个膜，你把这个膜把它打开，就会形成这个东西，知道吗？这个叫做沥铸法，课本有讲哦，所以这一题就是沥铸法。再来，石膏模铸法不是 ，C 也不对啊，石膏模课本有啊，石膏模不对。立柱法超级爱考，超级爱考。再来，珠砂磨柱法，珠也不对，砂磨、石膏磨。如果你要做空心的，你都要放砂心，也就是心形。知道哈？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得过奖杯？有。有，来，你得过什么奖杯？杯底。你参加什么比赛？开杯机，开杯机。你叫什么名字？谢全家。谢全家。开杯机，开杯机。你确定你都乱做乱讲名字？没有，谢全家奖哥啊。庄伟成。没有啦，我们来过。庄伟成他得了开杯机大奖。那个奖杯是实心还空心？空心就是用立柱法做的，知道吗？所以你拿到那个奖杯，怎么进去啊？你很感动，他说：“哎，那动那个就走这样。”谢谢飞机协会颁给我开飞机大奖，坐飞机，我庄伟成何德何能，居然能够得到开飞机奖杯的大奖？那个赛事应该是最小的。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这样类似。知道吗？这是立柱法做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你按停止。不是啊，处理的。插播精彩环节。我讲了是没听到。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要保留现在群，否则我就直接送教官写了。记得订阅加按赞哦。一个站这里，一个站这里。你先说发生什么事。你先不要讲啊。这是我们帅哥黄伟成，亲他一下。他在画画的时候，结果你死了。硬汉兄弟，硬汉兄弟，硬啊！想到吗？你看，我们叫他一下，不需要。硬汉兄弟，硬啊！学习做好自己的事情。他讲的对不对？谁服谁倒呀？聊聊啊！这样听起来是你不对。那你也不对，你也不应该讲三字经脏话。来，现在我来处理。来，你先跟他道歉。道歉。来，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知道，我不该吃他。对，那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来，你也要跟他对不起。没关系，对不起。哎，这样心里有没有疙瘩了？没有。给我一个兄弟的拥抱。哎，没有拥抱表示有心结，我原谅哦。下次不要这样上课，各位班长，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好，停，不要害怕。